中正高职16学年度第一学期周会典礼，典礼开始。现讲，本校推动新北市16年度行政学习学校发展实施计划，运用创新科技，凝聚教学智慧，营造多元学习场域，打造永续行动校园。特致感谢状。现讲，本校响应新北市政府新北习食分享网，热心公益嘉惠本市弱势族群，善行可供，特致感谢状，请县长代表餐饮科方振玉老师上台献讲。颁奖，颁发九月份学生宿舍生活管理竞赛成绩优异单位，第一名民生宿舍2020请市长严一智、曾银彩，第二名民生宿舍2008请市长蔡依纯、黄光莲，第三名庄正宿舍 L2 请市长梅正。邓金额，请以上代表出列。